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a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Eon badama hyamana asoha. Om ye dama het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n badama hyamana a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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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今天呢，就是讲这个破贪着这个身体的入啊。其实首先呢，我们要这个选择就是对这个身体怎么贪着。之前呢，我们就是也是通过这个问答的方式来就是再进行剖析。如为细比如鱼管冰莫浊，则如何不曰无形是如取？那么如果有些人呢，就刚才我所讲的那样，就是他呢不喜欢上面讲的这个无明尘，而是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贪爱这个对境的，就是人的这种这个身体。这种身体的话呢，就是他不仅呢就是像那个经常获得，而且呢就是经常啊就是专注他，眼睛呢就是看见他，哪怕呢就是短暂的时间当中看一眼呢，就是也心里就心满意足啊就有些贪欲就是比较大的人，自己所喜欢的人呢，哪怕是在这个瞬间呢，就是看上一眼也自己心里非常的舒服啊，就有时候呢
就是就是暂时没有看见就自己所喜欢的人的话，那就心里实在是接受不了啊。就这一点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个爱别离苦里面呢，就是可以这个就了解啊，就可以了解。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感情呢，的的确确也是心里的一种执着，但是这种执着呢，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断掉的，就应该就是从方方面面来这个破局。所以刚才这种人呢，就是说是我要这个想看着这个女人的这种这个身体，同时呢就是也要想那个接住她、抚摸她、拥抱她啊，就这也是指就是自己心里就是愿意的一种这个执着。就是对方呢，就是如果这样这个认为啊，那这样这个认为的话呢，就是其实这是也不合理的。既然你看想看见她的身体，又想摸着她的身体的话呢，那么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所谈着的对象呢就无非是就是她的这个骨肉组成的身体啊，就是一定会是这个身体。那既然是身体的话呢，那么你为什么不喜欢呢？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离开身世，然后呢，就是他就是躺卧在这个石头里也好，或者是棺材里也好，那么这种这个身体呢，因为这个身如呢，就是完好无损的全部都存在，就是真正用这个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不管是活着的身体也好，这个死者的身体啊，从这个外面的这个皮肤，然后里面的这个血肉、筋肉以及这个骨架，就包括这个里面的这个五脏六腑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全部的这个内脏啊，内脏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净的这种这个石粉啊等等，这些全部一一的观察的时候呢，人的身体的里里外外呢，就是根本找不到一分这个干净的地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里面到外面呢，就真的可探的这个有没有呢，就是不管是美丽的人还是丑恶的人呢，应该说是在这个身上是找不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有一种自作，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就自己呢，就是认为是这是就是干净的、是好看的、漂亮的、美丽的，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虚假的这种语言呢，就是然后就是冲击我们的大脑，就是冲击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之后的话呢，就是自己始终是有一种这个喘息和吸气，然后就就执着为是，就是啊，对方是真的是这个好看的，就是有这样的就是这种想法。其实呢，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如果懂到了这些道理之后的话呢，真的所谓的这个爱和所谓的这种这个贪执呢，就是在对境上是也是不存在的。
妇女性呢，无从观于处，可除废性是孔融何所为？他这里意思呢，你说这个细管的所源于得到的呢，当然是就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就是不是短短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这个真正是身体的话呢，通过以上的分析完全了解得到啊，这些人刚死完了以后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应该说是没有什么这个缺陷的。你以前怎么样细管，就现在呢还是在这个棺材里面，就是尤其是上面附一些旧啊，就是然后现在很多人有各种细管呐，那么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听说是对尸体呢就是进行化妆啊，就是那进行化妆的话呢，就是尸体是可能更漂亮，就是因为很长时间都是没有到外面去打工，就是然后在文史里面的话呢，就是有各种这个化妆物呢就是在身上附着的话呢，那这个身体呢就是应该说是圆满的这个存在。那这样呢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分析呢，你根本不会喜欢这种这个身体。那既然这样的这个身体不喜欢的话呢，那么你肯定说喜欢的就是这个人的心呢，因为这个身体呢就是不喜欢呢，就这一点是已经知道了。那现在呢就是具有这个心的这种身体，具有心的身体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就是你这种这个身体呢，就是不管是哪么样，就是个你具有心的话呢，其实这个心呢就是在身上也是不可能是这个无二无别的方式存在。那这样呢，你喜欢的是肯定是这个心啊，那肯定是心的话呢，所谓的这个心呢，就是你不可能就是看着它，也不可能呢就是就是摸着它，就是佛陀在这个弥勒经文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心则呢，就是无形无色，还有这个无主，又如虚空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是我们这个对这个所谓的心呢就是进行这个借助。而且佛陀在华严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心不在内外，心也无所有啊，就是心不在内外，心也无所有，就是所以呢就所谓的这个心呢，在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就是再次的这个寻找呢，就是根本找不到，就是无所有的，它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那这样一来呢，我想我们就是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可接触的呢，就是这个身体呢，就是并不是这个心啊，不是这个心呢、那身体也没有，这个现在心也没有，除了这两者以外呢，你所喜欢的相拥以相就是源于这个荣宝的呢，是到底是什么，就是可能什么都是没有的，除了这个石头啊摩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包品之类的这个东西以外呢，你真正想那个拥抱的借助的，或者说是想这个一直专注的看着的，那这样的这个事物呢，就是绝对也是不可能就是存在的。那么通过这种分析呢，我们很多人也应该就是知道是所谓的这个人的这种美色啊，美色的话呢，真的是就是分别念就是就是执着的一种这个像那个如梦幻泡影一样的这个虚妄不实的东西以外呢是没有的。因此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分析之后，大家也应该就是知道是实际上呢，人们就是所喜欢真的没有任何这个事宜的啊，就没有任何人，反而呢依靠这些分别念对自己的精神来是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的啊。因此在龙目菩萨呢也是说了，就是佛说世上圆满是什么这个难行如同木叶过吧，就是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话呢，一切的一切，不管是这个美色也好，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就是人们就是人为的这个事有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全部都是没有任何和这个事业，表面上看到好像是可以的，就像无别过一样的，但实际上呢，你不断的去享用，不断的去追求的话呢，你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坏坏的。
下面我们就是分析，就是前者啊，就是前者这个巨迷迷卵者，就是有很多事件当中呢，就是有这些迷卵者，就是特别可怜的人。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这种前者啊，就是作者呢，就是前者他呵责他。不明他不仅呢有有匪袭击者，不知自不仅呢则则太细菌啊，他这里说就是我们不明白，就是别人的身体不清洁的话，倒是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细啊，因为毕竟是我们人的这个相续也不同，身体也不同，而且呢就是接触的时间也不长，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就不知道这个别人的这个身体是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很多人可能没有专门去去这个研究过，去分析过，就这样以后呢迷迷糊糊的就是爱上了别人，迷糊的就是对别人呢就是产生这种喜欢性啊，就是欢喜性，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细啊，就这一点的是也不是这个特别的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呢就是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就都不这个知道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物质成分的，这一点呢就是特别的这个细啊，就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应该是从小到这个现在就对自己的身体按理来讲呢就应该说是很熟悉的就很了解的，就到底是怎么样，里面外面就是全部呢自己的是最清楚自己，我们世间人也说是人这个又自知自明了，就是自己呢就是应该明白就是自己的一切事情，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你为什么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首先是我们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上呢就是可以这个看出来到底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清净性这个存不存在，如果这个所谓的清净性是不存在的话呢，我们为什么就是这样这个贪执的，佛陀在这个《冈波清文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说的，说是这个此生不仅如此生不仅如复舍九空之中牛乳牛可也啊，就是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犹如文饮气不及，余则贪生衣服染。那么我们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其实里里外外的是跟那个腐烂的尸体一模一样的，就是在九空中呢，就是始终都是就是流露这些这个不净的这种液体啊，不净的液体，而且呢就像是这个苍蝇这个蚊子呢，就是喜欢就是享用不净粪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实践当中的无数个愚者呢，就是贪着这个自己的身体，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愚痴，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就认识到这个身体的这种本质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修行再怎么样好的话呢，恐怕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因为实践当中的就是对这个身体有执着的话呢，就是肯定有一些这个这种这个爱啊，或者说实践的这种这个邪淫呢，就是不断的这个会出现的。如果这种不断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智慧和禅定再殊胜也是不可能就是获得解脱的。因此那个佛陀在这个楞严经当中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总有堕者禅定现前，若不断因毗罗莫道，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这个禅定智慧再怎么样速生的话呢，不断这个因，不断这种因，不断这种这个邪恶的这种贪欲的话呢，就是那么始终都是会堕入这个魔道当中。
如之不谨信，何故设趁邪？除什么？除其能量化，反作垢秽，垢秽呢？如果你那个心呢，就是一直这个单着，就是这种不清净的，不清净的这种这个身体的话呢，那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你因为就是需要就是色相味等等，就是这样这个齐全的东西嘛。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为什么是不喜欢就是造成呢？就是阳光这个照射以后，刚刚那个开启的这个心弦的这个念化，就是这个心弦的这种念化的话呢，为什么是不去就是抱？抱着它不去呢，就是看着它。因为一般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跟这个莲花相比较起来的话呢，肯定莲花是比较这个干净的。人的身体呢再怎么样好，再怎么样美的话呢，其实呢就是应该说是说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什么美女动，是什么这个动人的这个姿态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芬芳那个就爽洁的这种这个什么那个香味当当，就是有很多人是有各种这个思绪啊，或者说是一些赞叹语啊，就是说是这个美女的身体是如何如何化，就自古以来就是在这个阴藏汉高僧大德们的这种这个教言以外呢，就是都就一些思学者呢，就是有些史学家呢，就是都会这个赞叹过。其实这些赞叹呢，只不过是表面的一种这个虚妄的这个词句而已。就应该说详细的这个观察的话呢，任何一个智者呢，就是不应该就是贪着就是别人的这种这个身体，因为别人的身体呢，真的与这个就是不管是他的这个味道上也好，身体上也好，什么方面就是观察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各自的就是贪着的。就这一点你对自己的身体也是通过剖析以后也会了解的，对别人的身体呢，你详细的了解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这个知道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我们实践的这个住垢一样的啊，就是不清净的物呢，就是二这个执着为是这个清净的。月尘菩萨呢也说过，就是说是犹如住垢当，乐于不净分啊，就是愚者贪欲乐，知者随喜避。就是我实践的这些猪啊各啊，就是他们的话呢特别喜欢吃一些不净分的。那么实践的这些愚本的人呢，就是也特别喜欢就是贪这个，看着这个对方的这种这个身体，就是像就是从中呢就是获得这个快乐的。但是真的有智慧的这些人的话呢，就是随会就是愿意就是贪着呢，就是根本不会贪着的。佛陀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也就是阐述了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实践当中的这个女人的这个身体内内外外呢，就是都不值得这个贪着的。如果你值得贪着的话呢，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善根也是这个坏，就是冷鸟女人身内外种种不仅致所生，如何进动四欲或焚烧累劫助善根，就是讲的也很清楚的，就是说是这个能了解到就是女人的这种这个身体的内内外外是全部是不清洁的话呢，那么我们为什么是对这样的这个身体是进行贪着的？如果你不断的去贪着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无始以来的这种这个这种善意啊，就是全部都会这个摧毁的，就是。
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用推拟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决定呢，就是以这个因果决定，就是身体是不清净的，以作用决定，还以不欲来这个决定呢，就是身体不清净。首先是这个因果决定身体不清净呢，分为这个真实悬殊和合则贪比，就是合则就是贪着他的身体，就是有两种。首先是第一个，若如不欲处分辨所所土地，云何凡与佛邪狗替四处？那么如果我们这个知道是你的这种心呢，就是根本不喜欢借助有一些这个分辨的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说是你要就是愿意这个借助就是这个分辨的来源，就是这些所有个人的这个胎息个人的这种来源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探知呢，就这是极为的这个不合理的。那这个不净分的来源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如果他的身体是干净的，那么不净分是不干净的话呢，那也可以就是借助他的身体的是可以的。但是他的身体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观察，就是除了这个脓血啊、不净分啊，然后这个血肉啊，这些血肉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尤其是人的这个血肉啊，真的这个存在就是你有这个机会，你要想吃啊，像那个一起享用的话呢，谁都就是不愿意用的，就只不过是人的这个身体呢，就是结合成一体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觉得是这是这个值得贪着的这个对方，就是这是贪着的对象。但是你真正一分开的时候呢，人的身体当中的哪一个部分就没有什么克制的，就是贪着的。因此呢，就是龙摩菩萨也是说了，就是说是如见食了当一以味不尽，于彼何及生，如何生于矣，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见到了这个身体的这个食了的这种这个本体啊，就是全部一个一个见到的时候呢，都不愿意啊，就大便也不愿意借助，小便也不愿意借助，然后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个肉啊、血啊、骨头啊、头发啊，就是一个一个东西呢，就是摆在你这个前面的时候呢，都觉得是很脏的，没有什么可叹的，就是尤其是你在这个这个石头里呢，就是烙印一块一块的这个吃下去，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手指也好、脚趾也好，人的这个眼睛的话呢，只不过是一个碎泡而已，那么耳朵的话呢，就是一块这个皮而已，然后鼻子的话呢，就是也是这样的，真正的里里外外的所有的这个身体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全部就是一一分析的时候呢，真的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克制的贪着的，就是克制的贪着。以前那个就是升天轮师啊，就是升天轮师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若一切寂寞诸何成不净，
就是如果这个清净的这些无呢，就是接触之后呢，就是根本就是就根本上变成不清净的。是人虽然说鼻中有净性，就是那么这是谁能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呢，就是有干净的地方呢？因为非常干净的东西呢，就是如果你借助这个人的这个血啊，或者是人的这个不净分的话呢，马上都变成肮脏不堪的东西，就污秽不堪的东西啊。那这样的话，谁愿意借助就是这样的这种身体呢？如果我们去借助的话呢，那就是说明是这是肯定是没有智慧的人，就是非常这个愚痴的人。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